有点等一下，不是靠背啊，他上次在 DC 跟我说摆风俗，因为他说你找你找你的有没的。他说你一直烦他，说要买风俗。然后我以为是他太小心眼了。没有，他说你跟他互相风俗。他说他买风俗，他说你拿风俗之后，他就买风俗。记得中啊，小啊。我来实测一下。第四分。他怎么变成赵维友？他赵维友就第四分。他不要逃跑，他要给我接电话哦。甲南，好像快到了。他不要给我逃跑哦。赵维佑现在读了很多你的事情，你的记事本的事情。他现在逃跑的话，就是他现在不接电话就是逃跑，逃跑的话就是那个啊，肇事逃逸啊。肇事逃逸。